因为我们是做 agency 的，我们好像说我们做营销 marketing agency，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这十多年在市场上，我都很有信心是用图或者是用 animation 来吸引我的市场，然后再通过简单的广告设定就达到我市场要的进来。然后当我进了谷歌第一堂课过后，真的是有所启发，然后我是一直在整个一年里面一直在打发一个成长，然后很直接很明显，就是我们的客人可以从我的对手那方面看到我们的不一样。然后我每一次讲课，我每一次见客人都是用这整套的东西跟我的客人讲话，然后每一个客人十个见的客人听到我讲话的话，通常我的closing率都是80%以上。 OK，然后我会开始写东西，以前我是很懒惰的，我是读到小学六年级班，然后我就读马来西亚，然后我的整个我们的 Omni 的 page 的所有的内容都是由我去操作，然后我的 copywriter 就是负责我的客人的 copywriting， 所以我很坚持我自己的想法从我的 page 那边带出来，然后每一个客人都是从我那边看到我的内容，然后每一个客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你的东西写那么差？他问我有人看了没？然后我就很秒的回答一句话，看完我的东西都是我的客人。OK， 这句是真的，可以看到完我。一直以来都很感激很感激这位粉丝，然后真的要在他的那个 group 里面活跃，你才能够学到更多东西。好，谢谢。